我会武术啊，是为了能让傻叉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。我读书呢，是为了能够和傻叉心平气和。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怎么又抄这个话题了？不是，你要没有男朋友，哥真给你介绍了。谁呀、啊？给我介绍一个啊？没有鸟，你看到怎么样？你可真逗，你可真逗，你那逮着个柱子，我还跳河呢。你是我哥们，你赶紧走吧。不是，人家头发都齐腰，我这么短，我甩了。你要甩出齐腰的感觉呀！你甩一个我看看。就这个感觉。反正你已经踩死我了，那我也踩你。罗文培啊！没有人会投我的，我也要我的正义，我的能量，我感染到了两位嘉宾。我来，我看着你，我死你，我死你，我你看气势翻翻的样子，仿佛看到了上一集的我。